一日阿伟提到观光旅游局长郭正辉，将那些水倒入去的客啊内底，就献出了台南将军红的旗，因为已经迈入了第九档的台南夏日音乐节，将伫八月十五、十六两天来登场。活动嘛，伊就是刚比两天，伊两天的电影卡数相当坚强。在八月十五号本来一天，现在变成一加一，这个大家意犹未尽，大家都希望能够再玩，好，所以我们十六号特别再办一场。第一天呢是王者降临哦，八月十五号，王者降临跳起来的是咱一刚的歌星哦，主要都是我们主要的歌手，全部都是我们这个以男性哦为比较主要的一个歌手，那以摇滚啦比较有 heavy metal 这样的一个感觉的一个效果哦，所以我们讲王者降临，哎呀，那点开戏哦。那我们的十六号呢是我们的午后派对哦，因为礼拜日咱计刚在上班啊，所以哦市长也很贴心的帮大家设计了，不要让你玩到太晚哦。五点的新开戏啊。当然，热天沿海是真热闹，佮真热情。市长表示讲，有一个海鲜节之外，八月份佮有将军红，除了是有海鲜，佮有这应该嘛，希望讲大家袂当出国的同时，会当到台南沿海来报复性消费，顺便听音乐。八月十五号有一个海鲜宴的活动，那中午呢吃海鲜，对不对？吃完海鲜，这个就活力旺盛，就精力旺盛。晚上就听啊，这个将军吼。所以中午七股吃海鲜，晚上将军听将军吼演唱会。今年将军红将硬派甲摇滚甲饶舌音乐观赏强入其中，邀请个团是这些人相当介意的，是袂舒服。这个跨年晚会，而市长是邀请大家载着三百元到台南来参加的将军红音乐节，听音乐、摄像机、报复性消费。南平新闻，南翔新娘采访报道。